哈喽，大叔一个，这个王者荣耀大乔和孙策的情侣皮肤已经上线了，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有一些 bug 啊，就打开之后会出现白白的，哎，大乔变得这么白啊，然后我们再看一下，点击这个许愿屋啊里面，然后我们再重新进去看一下，进入商城，再点星源，然后现在大乔又变回来了，变回原来的样子，我们再改一下。然后我们在这里面选一个孙策的部件，然后进入之后孙策也变白了，看见没，除了衣服包裹的地方啊，就是身体露出来的地方基本都是白的，然后身体除了衣服那些地方啊，就是颜色的。这个 bug 到现在都没修复啊，这是阿珂信源皮肤上线以来就没有修复。你看白帽子加这个是吧，信源部件换起来特别白啊。反正这个问题好像是在手机上面有啊，电脑在模拟器上面好像就比较少一点，刚才在电脑上模拟器上面就找不到，看不到这种 bug 问题啊。我们再看这个狗，随便点换一个啊，然后看到这只狗都变白了，本来这只狗是那种灰色的是吧，然后后面都变白了，我们再点一下这个，哎，现在又变回来了，这个 bug 好像是会慢慢的变回来，看到现在颜色又慢慢的淡回来了，这个不知道是什么 bug，大家应该 有遇到过吧，在手机里面是吧，我看到又切换成小大乔之后，又都是这种金黄金黄，全身花白啊，白的吓人。